搭朋友识男仔，廖碧仪恨拍拖生 B。 廖碧仪日前带同家人出席与健同行的慈善活动，她表示姨孙女开始大，要慢慢灌输与健知识。她更加透露啊，连续十年担任大使觉得好有意义。既然 Bernice 你参加了这么多年同与健有关的活动，那你有什么心得啊？又或者会不会在飲食方面多加注意，盡量少吃一些雌激素较多的食物呢？我吃很多肉的其实本身，但是我也吃很多菜，而且我的运动量比较大，其实最重要是均衡，即是均匀。有时譬如如果做紧嘢的时候，我夜晚黑就不吃得太多啦，因为会容易眼瞓啊，即因为有动作嘢，即最近这半年大部分都是动作的嘢。但是譬如现在放假，我一回来呢就当然即刻吃多了嘢啦，在香港太幸福啊，香港同你讲太多嘢食就太多好饮。但是好的，因为早排好努力那半年，咁就奖励自己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但只不过是要 balance 咯，系啦。讲起饮食 ，Bernice 突然间补充话，虽然自己未有小朋友，不过佢就知道喂人奶其实是可以降低患乳癌的风险噶。咦 ，Bernice， 你查得咁清楚咁详细，莫非就嚟到你生？即刻吞一吞，唔知都想嘅，其实自己都想有小朋友，但系有机会有缘分我就同你哋讲啦。而家有未啊？未啊，未啊，拍拖先咯，我觉得。Well, I don't know， 有咩追求先啊？我觉得我约多咗朋友出嚟食饭咯，同埋啲朋友帮我约朋友出嚟食饭咯，多咗咯。介绍男仔俾你识。介绍多啲朋友俾我识咯，都开心嘅。